最近有许多人打电话来天下卫视投诉，能够在其他的网站买到香港冻赌笑始祖黄子华先生唔痴线唔正常的票。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天下卫视的官方网站 www.skylinktv.us 是唯一能够买到黄子华先生冻赌笑的网站，朋友们千万不要受骗上当。而这一次在 Santa Anita Park 的626夜市，为因应广大的需求，活动从两天增加到了三天。除了有民众最爱的摊位之外，还有荧光幕上大家熟悉的小叮当会出现在626夜市当中。另外 YouTube 上的小提琴家 Jun Sang Han 以及大明星 Joseph Vincent 更会亲临现场同乐。626夜市相当看重艺术表演，这一次特别邀请各家名师做泼洒画的比赛，还有数位名厨也会现场教您做菜，您一定不能错过。626夜市开放的时间为8月15日，也就是今天晚上到17日星期天。周五以及周六是从下午4点开放到凌晨1点，周日是从下午的4点开放到晚上10点，免费停车，不过入场券是每人3元，儿童6岁以下免费入场。